您知影关公的生命密码是啥物无？心变啊，拢有两个字最重要，一个是正旦，第二个是啥伊啦？飞升日。所以我每次进来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感恩关圣帝君。希望你能继续保佑我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我的家人都身体健康。关公啊，平常时都是安尼眯眯眼，那是开目睭，代志的多啊，屌了。每礼拜三暗时十点半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